我创作的构思是材料的颜色，它是最动人的，种水又非常的干净又清澈，于是我就想营造一种场景出来，天空很蓝很蓝，倒映着整一个湖水都是蓝的，水里有两条鱼轻轻游动着，手法上通过几道暗藏着的线条在表达两条鱼的心情，它们的心情是平静的，是欢喜的，再通过两朵白棉的光影，似乎能感受到两条鱼快要游出水面，再通过背后的几道流动线条在反映正面的空间是动的而不是静的，把正面的空间都动起来，都活跃起来。这件作品的创作感想是我在领悟自然，在感知自然，更像是一种体悟大自然万物万象的神奇与美妙。